闭关的话，比方说就必须要有一个时段性的，比方说，哎，到什么时候该闭关了，就必须要去闭关去，是有这样的刚开感始，觉刚开始不需要，刚开始怎么修也行，就是个有几各种方法。你刚开始其实闭关也是个体验，哎，是一个人不见，他还不是那就是说，闭关其实没啥特神秘的，闭关有什么？不过有些人他气脉转化，有时候他的功夫不够，他不能在红尘里修。在火车里打扰多嘛，他自己定力不好，他才一个人在官房里修嘛。闭关没什么神秘的，有的人是比如老师教了个法门，他觉得他要用从早到晚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来修行，他也选择闭关去好好修那个法门。他那条修行路已经搞清楚了，他就在里边修法门，就闭关了，选择闭关闭三年五年。有时候还有的人是外边红尘对他的见闻觉得自己习气欲望太重，牵引的实在就是根本就片刻定不下来，这也会选择闭关。还有就还我这种人，就是累了疲惫了，就是身体有病了，选择闭关去转化调理也有可能。还有一种就是有时候闭方便关，我都是你看我经常说我在闭方便关，方便关只修个止语了，因为不说话了，所以不想出来，出来你挂个牌不说话，大家老问你老解释嘛，比如修止语了，或者我正在写东西，写东西闭个方便关就是不见客了，等于也叫闭关。其实佛学里边真正的闭关是客取求证，就是在官房里学法门，就是避开红尘一切，什么事也不做了，我一个人待在官房里去修正佛法，去学也修一个法门，这种闭关才是真正的佛学。就像我这种方便关什么不算。因为我觉得回忆，比如说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最多的印象其实是画面。如果是声音的话，可能是别人骂过我或者怎么样。但是如果可能，我想起一件事情，它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记。我们可以说我们染着最重的就眼根耳根，我觉得对大部分，而有的人口欲也挺重的，喜欢吃某种东西啊什么，他就戒不了，他觉得身体需要，比如麻辣啊什么这些，他也很难戒的。但当然，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的吧，四川啊，或者湖北啊这些。但是就是也基本上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见闻觉知啊，就是说一个是身体的觉受很难放，有时候身体的欲望觉受也很难放，还有就是也跟你看见啥了，你听见啥了，因为有时候觉受还是顺着你看见跟听到来判定的。你看见喜欢的，你不觉受也感觉很舒服嘛，你讨厌那个人，你觉受也没了，是吧？所以是就眼根跟耳朵染得最重，可以说有很多的烦恼来自于眼根跟耳根，耳根不清净，六根。其实眼根的方法就是还是打坐了。对，坐垫少坐，还有对镜的时候不起分别，不起分别也这个比较难。对，你一眼看过去都觉得，而且第一次你也看过去觉得那个人怎么那样做事呢？我讨厌，很讨厌。然后第二呢，你心里边如果还有你过去，你就带着对他的成见，觉得这个人本身很一直不咋地，一直就讨厌他。你今天他就做个好事也懒得看，也懒得随喜，就那种，是吧？他做好，他本身你就对他有看法嘛，是吧？就是那种经验，就是我们心里是带着很多的成见来去看人看事的，但是这个呢，就是有时候你要停下那个惯性思维啊，就是你心里就会卡在这儿，你就习惯性的，他一做那件事你就堵上了，就觉得这个人贪嗔痴慢也太贪了，太嗔了，太抱怨，太嫉妒了，他一动你就堵上的时候，你就停下来，停下来用慈悲心对峙，我觉得比较好。就是还有你的功夫啊，就是说有时候他一下子就起来了。起来你就知道啊，你在修行，你在空性里边，就像激起一朵浪花，你又就起来了。你现在要回到空性里来，所以要不能动。有时候你要，他是个有时候那种习气啊，他是习惯性的思维，他就想看见那个人不顺眼，我就想心里恨他一下，恨他一下，我觉得不解馋，就像那种不过瘾，哎，那要恨一下呢，那你的心里呢就是。你真的要停下这个恨，等于是突破你的很大的一个，就像要把自我打碎，就很厉害的。你不要以为我们那个执着就像大理石花岗岩那么坚硬，你要想停下来，你等于是它是有瘾的，有时候贪嗔痴慢疑是有瘾的，嗔恨啊、妒忌啊那种一下子那种气出来，它是习气呀、啊，就是很多事在从那个习气，嚓就出去了。
那个不是你的本来样子，你本来样子不是那样，是习惯，就我们习气导致的，就是哇，它都导致的到我们察觉不到，它都不经过大脑的，它直接那个习气就先冒，然后大脑才察觉到反应过来。随着你修行，先是大脑先进大脑，然后才看见习气，就是这个动作就慢了。哎，先经过大脑，我要不要动气生气呀、啊？我要不要去拿这个苹果啊？或者是我要不要吃？或者我要不要把这个苹果扔到框框里，或者扔到这里？哎，先经过大脑思考一下，然后才去抓。但是如果你习气犯了，你要是刚开始没定力，你是先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了，然后才觉得自己习气犯了，才过大脑。随着修学这个就开始，后来你就开始对这个世界开始释然了，就像弥勒就开始笑了，就觉得没事儿，觉得大家就那样了。他习气犯了嘛，他病犯了，都是我一直说，有时候我们习气犯了跟精神病一样呀，卡住那一点就是，而且你其实卡的不多，每个人就卡那么几点，就在那一点上死死的较真，可较真了，就那。就那一两点你要破了，你其实其他的都随之就破完了。你看吧，你察觉你自己就在那么几点上就卡住了，一到那个点上就气的要就卡的那个眼睛也不舒服，鼻啊全身就不行了，就心力也憔悴了。就过不去那家。过不去，那我们那都执着拗，那个习气上来的时候，哇那个力量。哇，能摧毁地球，好厉害，唰的就过来了那个气。所以有时候你无形中你做一个动作都会伤害到别人。你试试，就是有的人我不说话，我坐在这儿，假如我很死心的好，生气很别扭，我就这样子轻轻拨拉他一下，他都很难受。他就是你无形中，因为你其实你不是想伤害他，是你心里边你自己那种起心动念，如果你那边越气越生气，他就起码越重，对别人的伤害越大。其实你没说啥，你也没做啥，其实你还是，但另外呢，对自己伤害也很大，你自己都先憋住了嘛，才能伤害到别人。所以我们要察觉到自己的习气。这个习气是不是也是认知角度，就根上有偏？生生世世的习惯，就是有的是你认知角度对了，但是呢，习惯还是没改，就习惯一下子就要左撇子，他还是个左撇子，一说话就是那样的，一做事就那样的。他这个习气老解，但心里边没啥。但你要察觉到，如果你心里边没啥，光是一个习惯的话，你就好改。你慢慢的就改变你的语言，改变你的看人的视角。我不是就像经常叫跟伦哥聊嘛，伦哥就经常是这种状态。看人的时候，就我说你平视大家，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干啥干啥，然后我说你正正的看啊，你说正正的哎，最起码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正视。就是正视，他觉得无所谓，这个世界就是他就不正视。正视，还有柔软语，就是柔软语不是说捏着，哎温柔，不是那样的，是努力的学习一些文明语言啊，就是普通话稍微标准一点。大家啊，这个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你不能把说中那些土话就这，很多年你跟大家有时候你那种就是说，就是你。你随口说出那些话，就是我都有时候听你这就算我们老家的话里边，你也有些说的有些糟糕，就是人家老家人来也不是你那样说话的，是吧？就是哎，你看你乱弄，就像这乱弄啊，乱画乱写啊，就是别人听，我怎么会乱写乱画呢？我是有原因的，我那样画，我是有，就是说。他本来也是乱话，但是你不能这么说，是吧？人家但是这对你来说乱话，对，比如说哎，你不能那样乱话，但是呢，当你听到这个乱话的时候，我是想起你，就是很就是那个平时说话这些，我是想不起来，拿你举个例子啊。然后你那是个随口说，但每个人如果每个人他在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一定有他的智慧跟他的用力的用心的地方。他那样做对那个人是有影响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你说没，你就算是把这个取掉是又那个影响，没有无缘无故的做事，就算他做了他做错了都有影响力在这个事情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不能，当你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者，尊重每个人的事，把别人放在尊重的地位，那每个人做的行为动作你们不要忽略，就算他是个傻子，他今天做出这件事那是他的智慧导致的，他当下那一刻他的心在那儿呢。你如果把这个东西
扔到垃圾桶里，你是把他的心扔出去了。你他的每一个角度，尤其修行有些东西，不管他做啥，不管他做任何，他做出来了，你要尊重他，这叫尊重别人。就算你觉得他做的是烂透了，这是太智慧太低下了，怎么能这样做事呢？做出来这么差，他当下他用心了吗？他当下他就是那样做的，是吧？而且那叫你尊重他做出的东西，就尊重他这个人嘛，是吧？哎，然后你尊重别人的时候，你自己就把自己摆在一个人力的位置上了嘛。你如果你我们连别人都你从来连同理尊重都不尊重，那我们自己是什么，是吧？尊重别人的时候，其实先尊重了自己，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，就是说，才把自己真的放在了一个万物之灵的位置，人力的位置。我是举个例子啊，伦哥就是我是拿伦哥举例的啊，不是说你这样啊，不是说你，就是说耳根清净，不管我说东说西，那你现在在修正里边。那首先要耳根，就是耳根，你看我们会堵啊。我不管我现在接，我说小拇指马上耳根就扎了起来了，是吧？哎，说其他的名字啊，就回偏就扎了起来。说我呢，你管我说谁呢？先把这个假名放一放啊。我说个龙哥，但是龙哥说还有啊，就如果当我们开始没有修正这个耳根没清净以前，那我一提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都对你影响很大，知道吧？如果我明确我是慧平，就想听说别人的，哎，你差不多了，你这个耳根就清净了。跟因为这是个假名，跟说别人是一样的，因为你就开解了，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，我就是个慧平，而不是一个无形无。你要直接从这个慧平变成无形无相的如来嘛，是吧？你现在这个名字都对你影响很大嘛，是吧？我提一声慧平，你就，说我呢？你在哪里？你不是无我吗？所以这就是耳根啊，六根就是这很紧，不是你坐在那儿三天坐在那儿说，哎呀我如如不动了，啊如如不动了，哎呀我好清静了，我耳朵里面吱吱吱都开始响了，什么这没用的，我喊个心不，然后心不怎么，就说两心不，耳根一直在那，能闻的所闻的全不假，全是真的，能闻的所闻的全假。然后没有入流，没有出流，不是说你在空性在这里，耳闻能闻的所闻的入进来了，没有入，没有出，知道吧？因为内外全是你，里边是你认为里边是有的话，外边是虚空的话，这个虚空跟有全是你，没有能出的，没有能进的。我在外边说，在里边说都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因流平等的流向，在宇宙一切处。而且你的文性无处不在，我的阴流无处不在，你的文性也无处不在，知道吧？平等的，就是另外是一，就这样如如不动。你要了知这个，就是修的时候，我这就教你怎么想啊，观想。修的时候，你能闻的耳根跟所闻的声音，我是声音嘛，声尘嘛，你声尘，我就是声音成像嘛，我是声音也有形象嘛。你说老师在说话跟他说话你不一样的嘛，有时候也在分别人谁说话嘛，是吧？这是分别了色尘，分别了谁在说话，而且说啥骂你夸你又不一样嘛，是吧？这个整个我这个人就变成了你的声尘，声音变成声音的一部分了，知道吧？不是声音只是音流的哦，你里边有图像的，声音里边有光有图像的哦。这个东西包括你的能闻的耳根啊，你以为耳根是这个肉耳朵啊？不是啊，我告诉你，耳朵是能闻的那个功能。你的空性里边可以有见闻觉知，你的空性里面本来一切具足，能闻的那个功能通过这个来起作用。这就像个喇叭一样，里边有电流的，就像你插电了，喇叭在响，有里边是空性，所以有能闻的功能，闻精嘛。就是能闻的，就是闻，就像粘在而起，就是因为分别，因为分别，然后那个从空性里边起来个能闻的，这个能闻的很虚妄，但是它就是起来了。现在就像个妄想一样，这个耳根就像个妄想一样，从你的空性里起来了。因为空性虚妄，所以能闻的这个也很虚妄，但现在你就不觉得这个空性能闻的是虚妄的，你觉得很实际。这个虚妄的妄想竟然弄出一个耳朵这个东西来，你看看，所以这个东西没有问题啊，是能闻的那个闻，能闻的那个东西啊。你光有这个东西，你听不见声音了。比如死人耳朵没掉吗？为什么听不见了？
它是有一个能闻的东西啊，它有个分别意识一起，它有个能闻的起来了，就从你的空心里起来，跟深沉啊，碰到声音它才起来，它没有声音它不起来的。这边我一说话，你这边有个能闻的就起来，就合在一起，就成了你的关于闻性这一方面的一个区域，就是耳根生成耳识界嘛，认为骂你的夸你的这叫耳识嘛，认知关于声音的认知嘛，耳识嘛，这个耳识界就是你关于闻的这一个世界，关于声音的世界叫耳识界，就是说你的世界里有见闻觉知的世界，眼识界、耳识界、鼻识界，这叫十八界，这是你的自我的世界。这个耳识界里边有能闻的跟所闻的，而你现在对你来说有内外嘛？你能闻的是内，所闻的是外嘛？其实能闻的、所闻的都在空性里边，静闻不住，喘流不息呀、啊。只是你认为你是这个耳根闻到了六尘，耳尘就是深尘嘛。其实这两个东西都假嘛，然后你就静闻不住，就是说这个声音是平等的嘛，只是个音流，就是循环的嘛，无处不在嘛。如果你把耳根跟深层脱落了，这叫借空性嘛。刚开始一定要从这儿借空性。哎，眼根也是一样的，眼根是分别了是光明跟黑暗，你先分别了，然后你才也是一样的，借性是不动的嘛。否则你借性是不动的，否则你的眼睛借了暗，怎么能同时借明呢？有时候又借暗，说这块是个明的，那块是暗的，是吧？借性它是不分别的，如如不动的，只是照的嘛。就是哎，你先这样理解吧，是一样的嘛。借到一切，借到能借的、所借的都假嘛。能借的是你的眼根嘛，你的空性，你的见性是空性嘛，闻性也是空性嘛，闻性、见性、嗅性、常性都是一嘛，都是空性，都叫普通真空性。通过眼睛来启用空性的功能叫见性，叫见嘛。哎，通过耳朵来启用空性的功能是闻嘛，能闻的，这不是？能闻的、所闻的是一起起来的，它就像佛说，就像蛟龙嘛，一根跟两个花嘛。因为你有分别了色尘，你才有一个能闻的眼根出来，是吧？否则眼根它不起嘛。好，一分别都在你的心，无量无边都是你的心嘛，真心本心啊，里边一切具足，你可以看，可以听，你那个心什么也东西，无所不知，彻万法缘，法力无边嘛，你那个本心。好。现在你起了个分别妄想，所以在本心里边起了个能闻的、所闻的，这下六根六尘就起来了。六根六尘起来了，这个行，你叫什么行名跟这个你的世界就起来了嘛。这两个你现在停下分别心，这两个就落回来了，内外都是你嘛，你就不会被六根隔离，跟空性里边割出个六根来，割出个六根来很渺小嘛。我们的本来是很广大的，很法力无边的嘛，现在有一个分别了个能闻的跟所闻的，你因为你分别了个，因为你很执着嘛，你看见我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被我转了，知道吧？被我转了，你这个能看的，所以就出不了我的范围，你就会控制在人道。你分别的时候，你只要你一看见我就一眼障目不见森林了，就是你的认知角度，因为眼根的看的是只是这样的一个视角，你看不见我的全貌。你甚至不知道我是谁，你看不见我多维角度的东西。比如说你看我，你就一下子太阳光折射到你见我，你分别哎黑衣服或者是什么，就这些简单的认知已经让你限定在一个简单的程序里，你就没有天眼通，你就打不开，不是佛眼，你就变成了肉眼了，你的神通就限制了你不是没有神通，是你的神通因为你的执着在你所见的东西上，执着你所见的东西上，然后起心动念把你的神通限定在那儿了，并不是你没有神通，你的空性里神通具足，法力无边、啊、是吧？能见的，所以你没必要把你的所能在所见所你在人道的所见所闻上打转啊，你太冤枉了嘛、你要在人道的所见所闻上打转，你怎么回不到空性？你真的是佛说你就像大海，现在你活成大海上的水泡，所以刚开始这个难理解一点，但是有一天谁先打破谁就活成了大，一点不委屈啊，那一点谁先打破谁就得了，那真是得到摩尼珠了，那这个世界的东西都像玻璃球似的，你贪那些东西干啥？
你较真那些事干啥是吧？你真你得不偿失。